每个人几乎都有两份工作，然后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先做好了，再来支援所有我们宫中的教还有武教，各自请的神尊，麻烦你们现在我再跟你们核对一次，那个监事林文华，五五千岁礼服五号，那个会议里的朱虎是写一个特哦，他没有写字啊，会议在这里，好好，然后林静安五号，记得哦，另外刘清景还是那个陈庆华，你们两个一个六号一个七号 OK，然后观音如娘佛祖王文祥大哥，三观音佛祖贺振强，那个五财神陈女士，陈女士，陈女士，第一个五财神，你这个五个公司，对对对，对啊，没啥了嘛，我恰出来了。哦，那你吓出来了。拍谁啊？哎，搞混。哎，那个是对一点丢的，安尼有没有问题？还是原则上。而且照顺序摆摆嘛。嗯，现在呢？你从中央机里，机里的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还是你怎样 ？OK 吗？好。最新的，最新你家对，最新这一张，这边你选啥？你选啥？啊，你原则上你选好，我选的好，我选的，啊，对啊，我要做手机的话，一起工，一楼一百平方米。来挥挥手，嘿嘿，对，挥挥手。OK。哎，挥挥手，挥挥手，这女兄，这龙兄爱挥挥手。笑啊！OK， 好。
精彩哟、哦！你现在心情情况嘛，大都话，你要帮人啊，我做啊，哎呦，我们现在可以帮忙搬这些东西吗？何大哥，何大哥，何大哥，帮我，你得。我别啊，这里。大哥。